今天呢，我们新同学要挑战宇豪，实在是勇气可嘉。我们大家给他点掌声好不好？你在干嘛呢？疫情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学妹们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宇豪学长。嗯，很好。坐在这边的呢是宇豪学长，大家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吗？钢琴王子。没错，因为呢，没有一首曲子是他不会弹的，也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。什么钢琴王子？好啊，弹开一点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斗琴大赛正式开始。刚刚听仔细了吧？你可一个音都别错啊！少，看来要再出难一点的。消防员，不太简单啊。对，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。叫你站起来，摊开吧。可能连肖邦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一段，你真是太有耳福了。宇豪即兴功力果然厉害，新同学。我朋友，看来今天有好戏可看了。